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您大家上街看，一刚无看到在吃麦乐饭的 MB 大雄 Much Bear。今天呢，前面摆了三尊的粘土娃跟一尊的粘土人，大家还记得这个披肩吗？今天呢，要开的呢也是同一系列的披肩哦，而且啊，它这个披肩呢是日版的，因为呢台湾没有代理，可能是。这个披肩系列呢卖的不好，所以呢台湾后来呢就没有什么再进了。那这个呢取得有点不易，然后买的时候呢会比较偏贵一点。那看完今天大雄如果开箱开完的话，喜欢的话记得要去买哦，因为大雄超爱这一组的，订了超久，超过半年的时间，他终于寄来啦。他呢是蒸汽朋克系列的披肩，不过呢大雄在开众所期待披肩之前呢，要先开这个东西，就是大雄在路边呢看到他就想扭扭看，因为大雄想要赌赌看有没有哥吉拉，因为他很贵，所以大雄只敢扭一颗。那来看看大雄有没有拿到哥吉拉吧，这个算番外的小东西，然后、哦、他可以直接拆耶，那不用剪刀了啊，因为他完全看不出来里面到底是什么，所以大雄很怕。就是非洲运又再一次的降临在身上，所以只敢扭一颗，就快点结束了。哦，他好难拆，我是拿剪刀好了。他包得好紧，怎么办？压力很大、欸。哦哦哦哦哦哦！要开了，他到底会是谁？如果不是哥吉拉，大雄就直接进披风，完全不带组合他。来喽，机械哥吉拉还是哥吉拉？中了！中了！等一下，中了！是机械哥吉拉！哇！这一组里面，它有哥吉拉，然后不太熟的小花花跟奇怪的怪兽，然后还有机械哥吉拉！我中了！我中了！是机械哥吉拉，是机械哥吉拉，呜呼，好爽哦 ！Oh my god！ 哦，自从开了 YouTube 之后，大雄真的觉得运气变好了，一定是各位观众呢帮我加持的。虽然大雄的订阅者不多，观众也不多，但是呢，大雄还是很开心，因为前阵子呢有一个。观众朋友呢问大雄说，奇怪，我的订阅啊，我的观众啊这么少，为什么我还做了下去？其实我的想法是因为大雄本来就喜欢买这些拉里拉扎的东西，大雄也是都拆开来看一看，然后就收到柜子里面，然后摆饰，然后偶尔去摸一下看一下，满足一下自己。那大雄就想说，那既然大雄都已经在满足自己了，那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拍一拍跟大家分享？说不定呢，大雄呢会因为这样子而交到一些朋友，那说不定大家也会因为大雄这样子开呢，因为知道说哦，有些东西好，有些东西不好，而选择该买或者是不买。那大雄也觉得是做一件好事啦，因为有些东西呢，大雄本来就很容易心动嘛，那买了或许没那么好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选择不要去买它，因为是雷货。那如果大雄开了，大家觉得很棒去买的话呢，还可以跟大雄分享聊聊天。其实不管订阅数多不多，那大雄还是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下去。不过呢，重点是如果你喜欢呢，还是记得帮大雄订阅一下啦，因为大雄缺订阅嘛。如果说呢，能够再有多一些的订阅，然后有开启收益的话，说不定大雄还可以就是。办一些活动啊，抽奖啊，或者是调弟弟的见面会啊之类的，别跟讲，反正就是有收益的话，大雄一定可以做更多事情啦。因为毕竟目前呢，大雄不会为了开箱而买东西，大雄纯粹就只是真的为了自己喜欢的兴趣、喜欢的东西而开箱跟大家分享。那如果说大雄能够有收益，能够有多一点钱的话，就可以再买更多有趣，然后大雄原本舍不得买的东西呢，来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大家看了喜欢的话，说不定又会看到一些更有趣，然后可以买回家收藏的东西哦。啊，这是机械哥吉拉，小金子哦，超爽的，居然抽到它了！哦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哦，这个变有底座，那这里面要装，记得加塞的这样子，然后往上装吗？哦，
好像真的呢。OK， 好爽哦，超帅的。大家有没有跟大雄一样感受到这么爽的喜悦呢？不管了，大雄要把它收起来了，因为大雄超爽的。OK， 爽完了，那就可以准备开始来开一下披风啦。大雄呢，已经有先把旁边这个都先切开了，因为这个就不用拆开的时候那么麻烦。我们来拆开第一件吧。OK， 那第一件在这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咯。哦，好可爱哦。你看，猫猫猫猫猫猫，兔兔兔兔兔兔。其实呢，它是像这样，猫猫一件，兔兔一件是一样的。它就是三种款式，然后猫猫跟兔兔分开来，没有错。所以大雄总共会有六件。时间猫猫，那既然它是时间的，对不对？就要给它啦，因为它有戴眼镜。Oh my god， 太可爱了吧！这个也太 cute， 后面还有小尾巴，而且质感比这个好哎。这个是毛毛的，然后这个是有一种不太会讲的那种纤维，质感好好哦。那我们来拆第二颗吧，乘胜追击哦。这个是防风帽，然后它是兔兔。兔兔给谁呢？那粘土人呢？因为比较小，所以装上去会变全身装的，超可爱的。这样子就只剩下两只脚，就很像连身披肩这样，超可爱的兔兔。哦，后面有兔尾巴，咚咚咚咚咚。而且这个毛毛超可爱，毛毛。哦，很不错。Yosh， 猫猫的同款，毛毛猫猫毛毛猫猫，超可爱的。猫系鬼灯后面的尾巴超可爱，尾巴颜色一样吗？哎，我讲呢，这个是跟它衣服上面的这个金金的材质是一样的，这个呢是比较灰灰的，灰灰尾巴。我知道了，跟耳朵的材质一样，因为它这个耳朵也是金金的这种材质，然后这个是灰灰的材质，没有错。拿来第四颗，哦，是时钟。哎，怎么刚好两套两套？是时钟的兔兔后面。你看这个真的耶，这个材质后面的兔兔尾巴就是这个材质耶，好可爱哦，超有诚意的，太 Q 了吧。觉得这组真的超推荐大家买耶。大雄买起来好像一颗大概120左右吧，可是120这个做工 perfect， 喜欢。那我们来拆第五颗，长怎样？哦，这个的衣服质感好好哦，它这颜色超好看的。你看这个是那种会闪闪发光的这种灰灰蓝蓝的材质，好棒哦。啊，鬼灯拆掉了。哇塞，咦，超好看的，好棒哦。后面也是有小尾巴，好可爱哦。全部大家都穿披风，因为天气很冷。这一款呢是兔兔的，然后也是齿轮装，这个齿轮好可爱哦。这一组比哥吉拉还推，因为哥吉拉你还要赌运气。这个可以整套买，这真的完完全都可以整套买。这个不要去什么单颗钮了啦 ，Oh my god， 这个单颗钮还冲啥？这个整组买了好不好？整组买，拜托整组买。你要的话就整组买，跟我分享的时候拜托整组买。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，你们看，超可爱的，这里还有两件，好可爱哦，大象可爱的都要流泪了，太可爱了，这个买爆啊！而且你又可以同时拥有猫猫、兔兔、猫猫、兔兔、兔兔、猫猫，这样子总共六件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样子六件一组的牛蛋，还比粘土人身上不口误，还比粘土娃身上的一套来的便宜。Oh my god！ 快点去买一整组的牛蛋了，好不好？比起这一件圣品来的便宜耶，这样子六件比圣品便宜，还不买是不是 ？Oh my god， 金钱观坏掉。没有错，今天呢，大雄的开箱呢，主要呢就是这一套东西，然后还有意外的这个超爽的机械哥吉拉。OK， 那这一组呢，记得要去买一整套哦。然后大雄今天的开箱呢，就到这边。喜欢大雄影片呢，请记得帮大雄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。那如果你有买这一系列的东西，然后有大雄漏网之鱼没看到的披肩系列的话，快点在下面分享给我，或者是到我的粉丝页呢去分享图片给我，我一定要去买爆，没有错，因为这个披肩系列真的是大雄超级推，爱到不行，就连这种旧款的都觉得超可爱，因为这件是熊熊的、哦，熊熊后面还有一个小尾巴，超可爱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